女朋友当着老丈人面喊别人爸爸。看你用手机呢，爸爸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我打电话呢，是不是？我打电话呢，喂，找我呀，喂。谁打电话？这手机不在这儿呢吗？你？啊，没，我叔叔，我帮美儿找手机去了，找理由逃掉。你手机找着了？我知道了，爸爸。爸爸，你咋还叫我爸呢？刚才多尴尬呀。嗯，你给谁打电话叫爸爸呢呀？啊？哎呀，没事儿。还没事儿，叔叔。老丈人，你女儿不知道搁哪又找个爸，不知道给哪个爸打电话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几个爸爸呀？叔，你快来，你看他给谁打电话呢？谁？不知道给哪个爸打电话呢？你给我别捣乱了，行吗？喂，你谁呀？我你爸，我谁？我谁？怎么的？不是什么事啊？那你谁呀？亲家，我美伢子爸，我老牙子。这事儿没事，都是好爹们儿。